现哈，现在好多人，他就政治正确，实际上政治正确，实际上是捞钱的，捞流量的啊，流量就是钱呢。以前粉丝就是钱，现在流量就是钱。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原来写博客，后来写微博，现在我也做短视频啊，我什么全做，我自己就知道。如果平台开的那是一个付费节目，他跟你分钱的，他就愿意让你通过审查。如果你同样一个作品发到那个不收钱的那个大街上，他就让你不通过。你要发到他的那个小客厅里边，只许交钱的人才能看，他就能通过啊，这是一个招。再有一个招，他把你东西给通过了，赚了一段流量，他再把你给删了，删了以后他就能把你的流量给贪污了。这都是我发现。为什么我发现？因为我是摄影记者，摄影记者跟其他记者不一样，他是眼睛、耳朵、脑子、手指，他眼睛看着，脚就往那儿走，脚往那儿走，手里就该调节自己的机器啊，然后对准最表现本质的那一点，还不算，摁下决定性的瞬间啊。所以我知道，任何事儿我都自己做啊。我除了用照相机拍照之外，还用手机。手机到现在我用过的所有的手机里边最适合拍照的，也不是叫适合呀，拍照最最方便的是华为。华为里边综合效果最好的是华为 M40P。你看我这个啊，我这 M40P 跟别的不一样。在这个之前，华为就光这个型号给了我四个啊，说那四个都在哪儿呢？四个都还回去了。这是它里边我喜欢最好的一个。首先，它这个壳啊，就这个机器的壳是黑的，不是黑或者叫深灰，而且是皮的壳，你看它是皮子的，跟那些不一样，他给我加了一个原装的套，这套啊必须是原装的，比你要到中关村买来的就不行。首先可能材质不行，第二不能严丝合缝，严丝合缝是吧，不能亲密接触。你看我这个亲密，这都是华为原来的。给我手机这人呢，我管他叫竹总，他是发明手机飞行模式那个专利的人。中国现在大量都是中国制造，真正有能够说自己亲自中国制造有专利的人不多。然后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嘿，你看看我这儿有李昌竹，华为副总，是吧？李昌竹，你到网上去百度，李昌竹是发明手机飞行模式专利的那个人，所以他给我的手机是特别适合我用的。但是现在他们封锁华为，手机用一段时间它就磨损了。而且这个由于我都是华为白送我的，所以我也不贴膜，我手机从来不贴膜，都划花了。我继续工作，我就得有新手机。然后呢，我就老祷告祷告祷告啊，我就穿着大红裤子等那个穿大红裤子那白胡子老头给我送东西。也许是穿红裤子的白胡子老头，也许是穿红裤子的白胡子老太太。老太太没白胡子啊，他是神遣他来给我送的。就真给我送了一个，这玩意儿我网上一查，嘿，齁贵。然后打开一看，然后今天早上一睁眼儿，来了一包，四套手机壳，四套手机膜，有手机壳、手机膜我没弄过啊。然后我就叫网上去查大概怎么回事，我现在懂了。这手机拆开之后啊，有一个膜还是必要的。如果普通人说家里边有钱，一天掉下一个来，天上掉馅饼，天天掉，那不需要。
我这还需要，因为我是平常就把它，你看看，我还用了华为表演，我就往这一塞，永远放在我右星的兜里边。穿这个衬衣没事，掉不出来。如果我要是穿我其他衣服，我一弯腰，我这么大个儿，啊，1.84米，一弯腰就跟长颈鹿喝水似的，砰就掉地下，老摔老摔，边上都已经摔坏了。另外这儿你看，这个华为这个手机呢，特别滑溜，特别薄。它的屏，你看它的屏幕是弧形的，它没法贴膜啊。另外呢，就容易磨损，就是磨损。它是，没边框呢，这手机，我还是想有边框。然后这个是苹果最新的，叫 M 啊，叫这苹果叫什么？13 Pro Max。Max 这名儿挺好 ，Max 就跟 Christmas 我们翻译叫圣诞，也有人翻译耶诞。我就这手机打开之后，首先第一，它上边可能有油，油是靠手靠你清洗不掉的，要想清洗油就得靠酒精。我这儿有酒精，这是北大那个呼吸科那个小护士满丽给我的。我认识一满意，认识一满力，我跟他说，这是酒精，所以要在这上边，用酒精清洗，这是酒精，酒精可以去除油，你别看这东西上没有，极可能有油，我把这个先喷在这儿去除油，给我快递的那里边我也没看，它里边是。说贴膜这东西有这么三个东西，这么三个，这写1、2、1、2、3，这一实际上是一块酒精棉或酒精布，酒精的棉或酒精布，我把它撕开，它写的一，我用这个酒精棉或这个酒精布，我这破手。就这么点儿。我要把这个上边仔细的先擦一遍，所有地儿都得擦到啊，因为它上边可能有油。说油哪来的？手欠呗，就我这臭手欠。再换一个面儿，因为我这人呢猴急，还没等到这个，这个来呢，膜来呢，我就玩它来着，一玩就把我的这个魔手，我的咸猪手，你看我擦，我不停的这纸，等于是不停的折叠，永远用它那个干净的那一面接触这个，一把这上边我本身的我这咸猪手的油给擦干净，现在这上边就，因为酒精呢，它不可能是100%的，即使医用酒精70%几，它肯定剩下的有水，我那个撕了一半，我一扔跑哪儿去了？掉这儿来了。把油擦过之后，我再用它的这个第二，我再撕开。第二是干的，用干的干嘛呢？就是把上边的残留的水去掉，一定要让它绝对的干。对折。现在里边还有第三块啊，它应该写成三，它没写第三。第三个用这个，它这写着 dust absorber， 就是除尘，去了水，去了油，它上边还会有尘土。这时候拿着这个在上边沾一下。
就把尘土给去掉。哎呦，剩下就是往上贴这个膜了。贴这膜没什么技术，对正了就行。我这辈子没贴过，头一回贴。哪边是上，哪边是下呀？这边是上，你看有一个小缺口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钢化膜。放上之后，它自己就会迅速的。关键你得贴正了啊，这有个气泡。我就用它。好，但是有几个气泡，我再把它赶出去。这是一细活啊，是展示那个灵巧的手指。我手指还行，但我眼睛不行，反正凑合粘上了。剩下还有这个壳。这个壳，再把它塞到这个壳里。你看这个圣诞老人还是圣诞姐姐考虑的都特好，这个膜跟我的这个黑是一个颜色，黑颜色是我喜欢的，黑和灰，它不反光。我到街上如果去偷拍的时候，别人不容易发现。哎呀，嘿，以后又街上拍摄又多了一工具。感谢神的使者 Merry Christmas。